这是在小龙虾锅里面出来爆头。嗯，什么？黄被我挤出来了。真的麻辣的，完了，看见吗？喷了一身油，刚穿的衣服，还中国女孩呢，刚穿的，晚上打直播呀，还得换，朝鲜笋了。晚上我就是想穿这件衣服直播啊。问答，那么。